都拿了 T 几多少？无共款的细胞，三型无共款的荷尔蒙，管糖类代谢、盐类代谢、性荷尔蒙，哦，弄伫遮。哦，大家看到咱真真实在的肾上腺的组织分类，哦，啊，这三层料下骹就是髓质，髓质的标咱的肾上腺素。另外，这人呢，多多加龟苓膏出血，因为肾上腺龟也出血。哦，伊有时候肾上腺衰竭，哦，Waterhouse Friderichsen syndrome，血压下降。因为脑膜炎、双球菌，伊话都救性命。哦，你若是肾上腺内底荷尔蒙上侪，变成库欣syndrome，巴肚汤啊，大大人，哦，月亮脸、水牛背，哦，这生癌嘛会啊吼。你若生癌，尾啊，迄癌摕掉，人煞瘦呢，本来大块诶，哦，有迄有说人参纹，基本上变做印度阿三，因为你只要拢瘦个薄半去啊吼。这人是要瘦个薄半，因为伊就是在肾上腺功能衰退。恢复买卡哦，跟他印度阿三，哦，啊，这人虽然早孕啊，因为肾上腺产生太多男性荷尔蒙，它变成男性化，连阴蒂都变成小阴茎，这种就是必须要知道。咱人的内分泌是先过来对，那伫肾上腺以外，想要跟的是性腺，迄伫咱以前拢讲过，男性荷尔蒙、女性荷尔蒙的关系。今仔日介绍到这，多谢你的收听甲收看。